今集安东尼新手上路就教大家点样清洗呢啲上油工具。首先，我就教大家点样清洗油槽，大家要准备嘅报纸、水桶同埋水啦，当然。一开波，我哋用油罐刮走晒多余油漆先，然之后咧喺报纸上面继续整走晒啲油。开始冇咩油咧，就准备一桶水。准备好桶水之后，就摆个油槽落去，然之后捽晒啲油漆出嚟。如是者，重复两次就得噶啦。然之后等佢自然风干就可以噶啦。记得风干之前拉一拉直啲角先啦。第二部分。就教大家怎样处理油过手扫漆的排笔，其实不用特别清洗的，只需要在下次用之前开天拿水倒落个油桶，将排笔浸落去，浸到油性油漆都甩晒，其实就可以用的了。第三部分，油碌怎样清洗呢？其实很简单，用回个油盘碌走晒油漆先，再跟油扫一样在个报纸上面染走晒多余在上面的油漆，再准备一桶水捽走晒多余油漆。如是者，两次去到冇咩油漆剩咧，就可以自然风干，就可以再用翻噶啦。清洗上油工具就系咁简单啦。下集见，拜拜。